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社区好新闻》，我是赖昌邦。接下来的30分钟，我们将用镜头带您一块来了解发生在你我周遭区里的大小事情。每位农民都希望打造一座不受气候变化影响的温室，但是新建的费用相当高昂。市府农业局建立逐梦温室的网络平台，挑选优良认证的农民，由民众上网预购哈密瓜和红龙果等蔬果，作为中秋节馈赠亲友或者自用的礼物，以解决建造费用不足的问题。每当台风来袭，露天栽种的农作物就会损失惨重，而一般温室还是不敌强风豪雨的摧残。而钢体结构的加强型温室，新建费用扣除政府补助，还要自筹超过100万元，这样的温室成为农民遥不可及的梦想。抗台风等级的温室，这种温室一分地的造价要160万、170万。然后政府的补助已经想办法，政府筹到的补助是每分地给予农民55万的补助，那农民其实他还需要有自备款100多万。为了让农民有一个安全的生产基地，市府农业局首创以共同集资协力的模式建立网站平台，首波推出2位农夫生产的哈密瓜和红龙果供民众预购。一个温室建造完之后，我们邀请这些参与的这些市民朋友，这些所谓的天使支持者，我们来到了温室的现场，跟这个所谓的农民，我们来面对面，我们来温室的见面会，让我们大家来看看，我们当初一起投入打造的温室，它已经盖起来了，它提供了农民温饱，提供农民抵御气候变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设施已经完成，在大家共同的努力的支持之下，逐梦温室网络平台上详细登载两位农夫友善耕作的理想和做法，希望在中秋节推出限量生产的一藤一瓜网纹哈密瓜和夜半授粉的火焰红龙果，让民众邀请亲友分享，帮助农民共同协力搭起逐梦温室。然后里面会有一个精致的图卡，可以写下您个人对于你想要送的最亲爱的这些家人跟朋友，将我们的心意分享给我们这个所谓的好朋友，大家一起透过我们绿色消费的行动力，真正来帮助台湾在地非常勤奋辛勤中年的农夫，他们要打造人生的第一间的温室。农业局协助农民建构强固型的温室，借由逐梦温室网络平台和亲友分享一份健康的农产礼物，支持农友建立温室，减少农药对土地的污染。社区好新闻，潘志光、赖昌邦采访报道。高雄知名烘焙餐饮集团和艺术家林喜俊合作办理诗性空间的穿越主题作品展，希望推动生活文创美学。曾经在公部门服务，也是一手催生城市光廊的林喜俊，这一次共展出20幅作品，总结攸关城市空间建构的创作经验，值得大家一窥究竟。卸下公部门光环，暌违多年，艺术家林希俊再度举办创作个展，高雄市艺文界几乎齐聚一堂，为他加油打气，也肯定他的付出。以他的个性，还要听别人的话，要迁就现实的事情，应该不会非常非常爽，非常痛快，所以他现在忽然，我觉得过了50岁以后，很多事情会想通了，他就决定要拿起画笔了。这次重拾画笔，不论画面构成或色彩调性，都以大地色系为主，呈现活跃的节奏，而富有多向度的视野，宛如穿越多重空间的视觉经验。总结过去城市空间的创作经验，驰骋在诗性空间中自由穿越。经历那么多岁月以后，然后心也沉淀的，然后很开心回到我当初的自己，回来我的创作。那高雄所有大大小小的一些文化艺术事件，我想我都有参与，包括博尔或者是新民码头，或者是景观改造这些，我想无一不沾。好，那我想现在就是回到我纯粹的创作的领域里面去。过去创作时有太多的羁绊，林俊熙坦承，如今他是画界的新手，不过他会继续创作下去，希望以最舒适的人间温度来呈现画中的生命故事。我想其实我的生命已经稳定了，那我觉得开始有一些比较亮丽的色彩出来啊，这个也是有一些艺评人在写说，看我的图就像是最舒服的温度，因为那个色彩就是一个很舒服的温度，
摄氏22度。林希俊创作个展，这次一共展出20幅作品，即日起到9月17日止，在新思维人文空间中展出。不论是衣柜泛黄的记忆，或是椅子的联想，一幅幅作品都是林希俊生命的蜕变及对城市空间的反思，值得大家一窥究竟。社区好新闻，林庭阳、罗少君采访报道。创世基金会凤山分院今年中秋节推出文旦礼盒，希望借由民众踊跃的认购，来帮助植物人及家属募集到更多的经费。这一次不仅邀请到网红团体在现场活力表演，中山工商餐饮科的冠军团队也到场料理青石文旦，提供病友及家属试吃，期许透过宣传将文旦礼盒推销出去。网红团体以改编歌曲《中秋来了》揭开序幕，希望能将活力带给创世基金会的病友们。中秋来了，一个家家做不到。创世基金会的爱延续也有中秋的义卖活动，邀请网红团体献唱，现场也有全国技能5连霸得主中山工商餐饮科的冠军团队制作的文旦青石料理。希望借由他们的宣传，可以让民众更踊跃订购文旦礼盒。那也希望说，透过今天的活动，也希望大家来帮助我们创世基金会，安养跟道宅服务的延续。透过中秋的节庆，大家都会送礼，那你要送文旦，那又可以做一份爱心，是更好的。其中近似植物人的赵玲，在护理人员的细心照料下，精神和气色都相当好。当他听到中秋歌曲及品尝到文旦美食后，都很有反应。就像感谢大家的照顾及关心，妈妈也很感谢创世基金会，呼吁大家能多订购文旦礼盒。我较早照顾真正真辛苦，爱陪会更辛苦。啊，请恁大家吼，甲创世道买油啊！增加因的帮助较侪人安尼。我们做用一个柚子新鲜的果肉去做一个打底的动作，然后我希望就是你们吃牛肉的时候可以搭配新鲜的柚子肉去一起吃。那这肉很鲜嫩，然后吃的柚子那个原本的果汁非常好吃，这样子。中山工商餐饮科学生特地为赵玲和妈妈研发文旦青石料理。这群冠军团队以高超手艺料理出美食，院民及家属品尝过后都相当赞许。面临捐款减少的情况，创世利用节庆卖力宣传，在中秋节义卖柚子，希望能增加照顾经费，期许各界善心人士能踊跃认购，用行动支持植物人服务，为社会注入更多爱心及能量。爱延续，又中秋。社区好新闻，张世明、洪静怡采访报道。关心弱势贫困的家庭，高雄道德院结合全国数十间宗庙和企业，发放10000多份的中原普渡后的救济物品。为了做好准备，道德院前几天就动员了上百名的志工打包整理救济品。有的志工一坐就是一整天，尽管忙得精疲力竭，但是一想到是要帮助穷困的民众，还是觉得很有意义。志工们分工合作，将白米、食品等民生必需品打包，装成一袋一袋的。这些都是高雄道德院农历中元节时，准备帮贫困家庭、孤儿院及养老院等弱势族群准备发放的爱心物资。物件拢咧有一寡艰苦人，嘿，平民啦、残障啦、低收入户的安尼嘿。啊，所以我就认为讲，这种工课咱会用着加减啊来做。因既然都做有咧，吼，你照顾这吼一寡艰苦人。我这志工吼，不是迄个被强迫，是讲大家自愿的哦，吼，拢为各个地方哦，比如讲为迄种迄个交情啦，哦，大虾啦，迄个基山遐。先前完成一波捐助，但因为受助者实在太多，即使中元节过后还要继续准备救济物品，志工们不喊累，反而越做越开心。为了准备上万份的救济品，光是用工桌摆放就超过2000多桌。道德院早早就号召上100位志工，每天从早忙到晚，不停分装打包。几天下来，救济品堆得像是一座小山。我们是全省22县市的1、2、3级啊，低收入户啊，第4类的边缘户，可怜的单亲家族
就是说隔代教养的单亲家族，可怜的独居老人，可怜的那个儿少族，就是隔代教养这些儿少族，我们都关心。我们道德院就是，道德院不能不道德啊，全年累月都在行善积德，做善事。经济不景气，爱心物资列册名单已增加到18000多人。尽管都是一般的白米、沙拉油等民生物资，但对于经济穷困的家庭来说，这已经是弥足珍贵了。社区好新闻，张世敏、洪静怡采访报道。幸福高雄，乐在宜居，社区好新闻。报道邻里大小事，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庆年港都生根在地，左邻右舍都来看，社区好新闻，赞！乐活宜居，美丽港都，社区好新闻，关心社区大小事，看了好新闻，自然就有好心情哦。幸福高雄，乐在宜居，社区好新闻，报道邻里大小事。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继续来关心社区好新闻，带给大家哪些好新闻？现在申办助学贷款的大学生很多，注册的时候需要向户政事务所申请户籍誊本。有鉴于此，三名第二户政事务所特别和高雄应用科技大学合作，推出行动户政便民服务，直接驻点校园帮助学子办理，节省许多来回奔波和等待的时间。配合大学新生报到日，三名第二户政事务所将办公室移动到校园，服务高雄应用科技大学办理助学贷款的学生申请户籍誊本。这项便民的行动户政服务首次驻点校园，希望有效缓解每年开学就会发生的助贷人潮，也避免学生来回奔波。三名第二户政呢，临近高雄应用科技大学，那就会有许多的学生呢，利用下课时间到所内来办理户籍誊本。那常常会遇到说刚好是时段塞车的问题，于是呢，我们同仁就想说，那我们把我们的行动户政所直接拉到高英大，学生也不用来奔波，很方便，对啊。因为就是不用再跑户政事务所，这样还要再等待，这样还蛮方便，可以就是方便很多同学去办这个就学贷款这个服务。只要申办成功，就可以拿到小礼物。这项行动户政服务搭配线上一指通行动 App 软体，让户政服务效率再提升。民众不管在线上申请、预约洽公或取件，都方便许多。希望鼓励民众多加利用。户政一指通的 APP 呢，可以供线上预约跟线上申办。那线上预约的部分呢，大概每个月平均有60件以上。那线上申办每个月大概平均50件以上，效果非常的良好。那这个 APP 呢，可以让民众省却很多等待的时间。根据三名二户政所的统计，这项户政行动软体推出后，平均每个月都会有数十件的线上服务申请案件，有效为民众节省洽公等待的时间。透过行动数位化，也让户政服务更有智慧。社区好新闻，李正道、黄兰君采访报道。学校也可以变得很艺术。元代知名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日前来到高雄市古岩国小。广达基金会今年以黄公望大师的山水大探险作为主题，安排校园巡回。尽管都是复制的画作，但是学童们除了可以接触国画，也能够培养导览能力，无形中对于古代画家的大师作品有了深入的认识。请看今天的港都脸谱。
育局长范训律带领贵宾一同击鼓，为广达基金会游于艺的校园巡回展出揭开序幕。今年是以黄公望大师山水探险作为主题，展出元代画家黄公望及当代著名画家的国画名作。尽管都是布制品，但从画工描述到画作意境都有详细解说。特别的是还安排小朋友担任导览员。我今天要介绍的是黄公望的画作。学童穿着古装仔细解说，教育局长范训律则是边扇折扇边欣赏画作，颇有闲情雅致。对于广达基金会安排大师作品校园巡回展出，进而内化学生的艺术涵养，十分肯定。他所有的技法都出现了，可能启发他说，哎，富春江富春山，那我们画爱河，我们画寿山，我们画高雄，所以我经过的，我出去旅游，然后我回去把它变成一幅非常好的作品，那也可以共同完成。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接触各式各样不同的艺术的精品，艺术的大师的杰作，然后内化成他们的素养，让他们开始具有很多的创造能量。黄公望大师的山水大探险将一连在高雄市十所校园巡回展出，古岩国小能成为首场策展学校，校长也很开心。黄公望大师的山水大冒险，那这是主要是强调是在中国山水画，那所以我们这次展出的画除了富春山居图的仿作之外，还有一些相关的当年代的画师的画作。除了认识大师作品，小朋友也在老师指导下尝试山水国画创作，不论是画在纸扇上，或是用毛笔墨水在画纸上勾勒线条，这样的亲自尝试无形中让艺术教育向下扎根。社区好新闻，李正道、罗少君采访报道。最近生态圈最重视的话题就是鸟松湿地可能被转作其他用途，关键在于地主，也就是水公司的用地态度。为了向水公司表达民间对于这块湿地的情感和重视，高雄鸟会发起陈情行动，希望唤起更多人参与，而市府公务局也表达支持的声音。公务局指出，在湿地法公布后，营建署正办理全国暂定重要湿地再评定会议，其中鸟松湿地是否会被地主水公司转作其他用途诉求受到高度重视。对此，公务局表示将会整大家的意见，提供内政部做审议参考。我们市政府会跟相关的地主来做协调，就是征询他们的意愿，是不是有其他的开发计划等等。但是我们那个收集这些意见呢，是将来是提供给内政部作为湿地审议的一些意见参考。鸟松湿地是全国第一座以人工湿地为主题的公园，面积约3.8公顷，虽然不大，但是在鸟会用心耕耘管理之下，呈现丰富多元的自然生态样貌。为了唤起大家对湿地的保护意识，鸟会发起陈情行动，希望各界支持声援，让地主听见大家的声音。我们这个很特别，我们是自来水公司的，我们的地主是自来水公司的，自来水公司应该是配合整个高雄市的市貌，应该他要让它保存才对，这样子，所以我们在努力在这方面。它是一个全国第一座以湿地公园为主题的公园，那长久以来它是我们因为它交通很便利，所以长久以来是我们这个一些学校教生态教学的一个重要场所，所以我们认为说是作为一个湿地的教育场所，是一个非常适合的地方，所以市政府是支持。厚厚的一叠陈情书是参与陈情民众的心声，希望保留鸟松湿地，更希望建议维持原有范围，不要再做其他考量。社区好新闻，李正道、黄兰君采访报道。目前这项保护鸟松湿地的陈情行动还在持续当中，而发起单位高雄鸟会统计，活动展开到现在，每天都收到超过100人写的陈情书，让他们非常的感动。而水公司也发出陈情稿，强调绝对没有要将鸟松湿地收回改停车场的意思。不过鸟会认为，只有将鸟松湿地作为湿地用途，才算是达到目的，因此陈情的行动还是会持续下去。
水鸟在充满绿意的大自然中悠游，彩蝶翩翩起舞。这里是鸟松湿地公园，就算不是假日，也吸引许多喜爱亲近大自然的民众前往。最近因为有消息传出将要改变用途盖停车场，有鸟会发起的保护湿地陈情行动获得民众的热情响应，纷纷主动表达参与的意愿，每天收到的陈情书超过100件。这几天来民众就是自己吆喝，甚至有学校老师自己拿回去自己影印，他打电话跟我说你们是要统一寄送还是要个别寄送，我说我们要统一啊，那不用，我印了100份再发出去让他们去写。老师，那你这样发挥很高嘞。他说没关系，这是我的心意。热心的民众甚至主动将陈情书影印发给身边的好朋友参与，也亲自到湿地填写陈情书，希望能表达保留鸟松湿地的强烈意愿。以前比较没有那种很环保啦，生态的意识啦，对啊，现在很不容易啊，因为我们的都市都很密集，都很少有这种绿地啊。每天在湿地担任导览的志工说，鸟松湿地是都市之肺，也是重要的生态富裕基地。目前已经有数百种的动植物、鸟类和昆虫栖息，走进鸟松湿地，身心可以完全放松。最大的时候，除了我的身体以外，我认识了很多我以前不懂的东西，鸟或者昆虫、植物。因为我们这边很多老师都会帮我们上课，我觉得高雄市民真的很可爱，他们对绿地的需求真的很需要。对于外界传出将回收湿地改建停车场的说法，水公司在官网中发出澄清稿，强调绝无此事，并且对于鸟松湿地能获得高评价感到光荣，希望消除外界疑虑。不过鸟会表示将会持续推动保护鸟松湿地的陈情行动，避免在重要湿地的保护名单中被除名。社区好新闻，李正道、黄兰君采访报道。接下来一起关心社区放送头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消息。港都农民历带您快来关心明天运势究竟如何。明天是国历的9月26号星期二，农历的8月初7，适合订盟、纳采、祭祀、祈福，不适合嫁娶、造庙、造桥、造船。冲狗煞南方，48岁的民众，请您要特别注意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社区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也祝福观众朋友天天都有好心情。我是赖昌邦，我们明天再会。
你敢想憨啦？个人作业，个人担，家己的影片，家己看。哼，爱看，免去下载 VVMOD 来看。